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谦。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来我们的地牢大冒险 RAD 第二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师阿神啊，哈，华师，你是华师啊，我是公。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好不好？请不要 key 卡挡住，不要动手动脚。key 卡挡住，我们有话好好说，没错，我们是魔法。那不是 key 卡挡住，那也是动手的一种，好不好？很危险，不要动手。就说私人，你不要吵。我们今天呢，又来到我们这个地牢大冒险第二集。我们上一集做了哪些事情？我们上一集呢，盖了一个温暖的家啊，两个你一个我一个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地牢，因为我们在找这个钻石的途中呢，看到了一个很像地牢的东西。不过里面的怪呢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，有点多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暂时先离开这个地方。那么离开这个地方，战术性撤退，战术性撤退，对，不是技术性。明天加油！吵啥？你吵啥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些什么事情？我们今天要来解一些小小的任务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上一集虽然有找到钻石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打开任务列表。但在找到钻石之前呢，我们其实还有个东西还没有解到，就是我们要先找到金矿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今天在回到地表之前，要不要先去找一点金矿，然后来解锁？你没有看过？我说我们没有看过哦，对，我们没有看过金矿，我目前是没有看过金矿。然后我顺便来把一些有金叹号的东西给它点掉好了，不然感觉会有点那个强迫症。对，我来用手动的啦，一个一个慢慢点，好不好？我可以拿到一些硬币。它右上角有一个那个，就是全部领取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怕我领到一些很重要的东西，说不定我狂领乱领通啊。好，现在要这样子是不是？现在要这样子全部乱领是不是？好，等他跳回去，我要按狂领，获得奖励。好，我全领了，谢谢。好，走吧，我们离开这，我们找一点舒服，我们找一点金矿啊，我们需要一点。哎呦，嗨，附近，哎呦，蛮多只的哦。不要。你真的有屁用啊？按错了，我要拿弓箭了，拿到火把。你有没有多的位置啊？我不要，你不要好，手把那是丢我身上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为什么都没有金矿啊？你帮我找一下金矿，我们找到金矿才可以回家哦。这边没有啊。哎呦，很爽啊，根本爽，根本没有认真找，你根本就是在敷衍，你敷衍怪是不是啊？我操，铅矿铅矿要不要采一下？铅矿，铅矿是什么？没有那种东西好吗？铅矿，我把它挖起来好了。硫磺矿你看一下。硫磺矿你把它挖起来啊！我拿个铁镐把这个铅矿给挖起来。你看这个，我来了，你在哪里？这个硫磺矿呢？我之前有采过了，但我捡不起来了，我包包满了。我们今天看有没有机会来做个包包啦。不过在做包包之前，我还是希望看可不可以找到我们高度适合金矿吗？好像有点太低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16了，16有点低，好吧。我们先往上好了啦，这个地方也是你家楼下，不然说不定怎样？我家楼下怎么了？你家楼下就是很酷啊，就是会有这些矿脉。我上次怎么来的？我要怎么回家啊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看到矿就挖，你知道吗？你都不挖的？我有挖。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家应该不是很清楚。这什么？金矿哪里？这个。这个哪是？这是红的，我没有位置放。你先吸着，好，我们回家。我没有忘记，我吸着了。找到这里啦，这里哦。很不明显，可不可以做个标记啊？这你为什么都不安心啊？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我把它标记起来了。好了，把这些矿挖完，我们再回家好了啦。好了，把这些矿挖完。对啊。而且你有位置可以放啊，因为我真的没有位置可以放，我在想说，来吸一下，来，阿神过来吸一下。好了，走吧，我们回家了。我们今天可以去做一个包包，我觉得我们探险最需要的东西。紫水晶挖这个，哪里？来吸，下去吸。Okay. 你吸到吗？好 ，OK， 我们回家这里，跟我来。哇靠！我找不到节奏，找不到什么节奏？找不到节奏？你没听过这首歌？找不到剑种是什么？你会不会好好唱？节奏好，节奏。我想说你怎么突然变那么凶？找不到节奏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还有剑种。我们来看，脑袋怎么会这种词汇啊？剑种，把刚刚那个紫水晶给我。为什么我刚刚那个紫水晶没有解锁？剑种，
把刚刚的矿全部丢给我。哎呦，你怎么拿你自己的头？烧，你好恶心哦！不烧，我要偷你家的东西。你这样子，钻石拿起来。有有有，我完成了，完成了任务，交给我用就好了啦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完全的。你去忙你的啦。枷锁盒开，一张纸。哎，你怎么在我家偷东西啊？没有偷东西，我只开了一个，开了一个那个东西而已。好。漂亮，钻石全套。这不是偷东西，什么是偷东西啊？我只是借，这就是偷东西啊！借东西。哎，这就是偷东西、啊。在烧什么？你现在到底在烧什么？红铁。哇靠！舒服啦、啊。我们再来往下做，我们要来做做看这个抽屉嘛。我们做一下这个抽屉，这是有颜色的抽屉，是不是？舒服啦哈。这什么、啊？巨型储物箱互动元件。舒服。哎呦，知道啊？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我说舒服好。你不要在这边讲那些五四三的东西，你这样子真的是对对对对对，对不起啊。我只是想要跟你有一点互动，想要发出一点声音，但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的反感。哎，好爽哦！我又撞到什么？对不起。我也不是。哎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 ，OK。我一直在解这个储物箱的东西，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不过。我们就先解好不好？有解总比没解好。OK。哎，一二三。工业铜，工业级铜。基，哎，基础抽屉哦，好爽哦！任务一直解，而且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解，我觉得很开心耶。对啊。我们这样不用解两次了，超爽的。哎，漂亮。OK。哎，你有超多奖励可以领，我已经113的了，真的还是假的？113等是怎么样的？那、等级是不是要先用一用？不然那等级如果死掉了，就是没了。那我就哭啊。就是用一用，你懂吗？升级板模，我们到时候来找个东西来做做，来用用这样子，做做色色。哇靠！哎、欸，我知道了啦，你去拿技巧输输输来，技巧输出来。啊哈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按这个增添技能点数的时候，你会消耗等级。可以看到我现在剩63等，然后我右上角有一个剩余等级，就是。你每添加一个点数，它就会帮你加到右上角。啊，那你加到右上角之后，你要用这个等级呢去点你想要点的东西。譬如说，我现在在战斗的页面，那我点开这个战斗专精，它会跟我说战斗专精需要消耗10点。那我点升级下去的话，它就亮了。哦，有没有？然后还有这个什么隐形者盾牌熟练射箭专家，对不对？速度，对，野练达人。对，看你想要升级什么，酿造速度、冶炼达人这个东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之前好像不小心点到的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等级全部都转换成技能点数，对，对对对对、哦，然后死掉就不会有，那我然后把它灌完了，哦，还有12点当挖换工好了，你要当挖换工，换工升级，你要当采掘专精是不是？对，采掘专精了，石材切割，那我要当什么？我当战斗专精怎么样？射箭专家。啊，他升级要10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有些很贵。好，我们来增加一个射箭专家好了。我、哦、靠，他升级要10啊，是有什么作用？采矿的时候获得经验值。哦，射箭专家会增加拉弓速度，会变快哎。关闭了，我有63。我看一下有多快。好，我现在没有点击，它可以降级。好，完成。好，我现在有12级了。石材切割可以干嘛？提高挖掘速度。哦，欸、好酷哦！那这本技巧书要带在身上。挖矿几率翻倍。哇哇！哎、欸，钻石给你挖，钻石给你挖，好不好？以后钻石都给你挖。还可以降级耶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们去找线跟皮革。我想今天想要做个包包出来，我觉得包包对我们来说好像真的太重要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去找个线跟皮革。皮革要找牛吧，我们顺便养牛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你把东西丢进去烧一烧，我们今天先出去冒险啊，不然我们都待在家里。快烧完了，你再找几件事情做，快烧完了，剩大概5-6个。我找事情就是从任务列表中拉开来，感觉好像可以做这个，好像可以做。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铁质的东西有趣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铁质套装一整套的也可以解锁一个任务，这是什么啊？铁箱运输车，感觉好像很雷，我们先不要做这个。感觉好像很雷，我们来做这个啦。铁制钩爪，我们需要铁链、铁锭跟铁镐、铁链环。哦，
我们有这么多铁吗？我们根本没有采铁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都在你身上？哦，铁在都在我这边，我这边超多，我刚看到了。好好好，我去找你，我去找你。哇靠，朝两个不同的点发射钩爪，能够悬浮在空中。哈，听起来很酷哎。好好，我来看看，好像在玩那个地底行动装置。对，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？乐哦，木子高爪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烧的东西把它烧完就没了。哦，你有啊？他怎么发射？木子高，我再看一下啊。哎，这要怎么用？好了，那但我东西全烧完了。这怎么用？用给我东西全烧完了啦，我用不出来。我木子高，我刚吃过了，我用不出来。这好难哦，我没有办法变成那个、哦。立体海之巨人出来，对啊，哎、啊欸，我们今天回去睡觉，我们早上出去找牛，我们要皮革，然后还要线，好不好？羊毛也可以，我们也可以找到羊毛。哦呀，苏米，哦呀，你有吗？你从异梦中醒来，快速记一下转瞬即逝的记忆。他这个越来越酷了，越来越多奇怪的东西。好，我们把身上的东西整理整理，带一点那个小石。我的东西都弄好了，你弄好了。对啊，哪像你们乌龟？你现在的意思是说我，就是我刚刚在烧东西的时候叫你快弄啊！你现在在干嘛哈？浪费我时间呐、啊！你有没有带那个？你有没有带那个东西出门？浪费我时间呐、啊！哎、欸，我手上多一本书叫《异梦》哎、欸，昨晚的夜，昨夜的梦，甚是诡异，我清楚的有记到我在梦中将三块水晶连同一块。红石还有碎石岛中用碗装了起来，三块水晶互不相同日座，我应该得到一种散发微热的粉末。在梦中，我将粉末撒上了书柜，就只能看到结果的时候，我是否要重演一样？哦哟，哦，等等等等，好酷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，他说要什么东西？三块水晶，水晶什么？魔力水晶吗？好，一定有人，一定有人拿到水晶，一定有人拿到水晶，他才会有这个东西跑出来。对对对，啊，魔力水晶碎片吗？不是啊，我刚刚就在讲这个、啊，是一个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我们找红石。好，啊，我们的牛要不要找？先等等啊，牛先等等啊，我们现在很忙。这比较瓜。对啊，红石也没有办法合成其他的东西啊。你那好，这酷炫屌炸天呢、欸？对啊，酷炫屌炸天又是什么？连同一份红石用碎石捣碎。哈？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，它要怎么捣碎？欸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酷，但是我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查一下这个应该八戒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出发吧，我们出门，我们刚刚都睡觉了，我把这个异梦给收起来，走了，出发了。好，看一下我家的小麦好了没？够。你有种东西吗？没有，我这边有葡萄种子，你要不要？不要，我一边去。很好，那我自己种。这是什么？好，走了，出门了。哎，我有 crystal shard 哎、欸，那是什么？水晶碎片，还是这个、啊？哎、欸，你按对啊，按 U， 你对啊，按 U。小麦，它可以就是碧蓝水晶，好像也不是。碧蓝幻想，你家没有小麦啊？这个水晶，带一点小麦。好吧，算了，算了，当作没看到这东西。走了，出发了。哎、欸，好、啊，这边有线，我找到线了。没事。好哎、欸，我们再来要找的是牛，我们已经有线了。不客气了。我们已经有线了，多踩一点这个线起来。不客气啦哈，我可以做一个背包给你哎。不客气哦，你要不要帮忙？好啦，我不知道你在嫌弃什么东西啦。你跑到我家屋顶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在挖线啊，我又不是你。哇靠！我们要找到皮革，我们今天任务是皮革啊，皮革泡、啊、对泡泡果作物哎。哎、欸，打不掉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有斧头吗？哦、啊，但是。打不掉，你再用一下，它就消失了。我还贴符、啊，好吧。哎、欸，这个系列是不是没有传送石碑？我查一下，等一下啊。还想找传送石碑啊？还想找传送石碑这种方便的东西啊？石碑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还真的有。啊那哦啊，它的那个做法不一样，它是要哦啊，太 OP 了啦，传送石碑太 OP 了，它把它用别种方式弄起来，它不能制作了。好啊，这个世界是没有生物，任何生物是不是啊？啊，到现在都还，我有看到鸭子了，我想要找那个、啊，旁边有那个一坨，哎、欸，猪哎、欸，
你这里有东西，欸、这里有东西，凤梨，有凤梨哦。凤梨哪里？采凤梨。往来，往来、欸，哎。对啊。你汤家呢？哎、欸，我要不要想要不要？可以做凤梨汁哎、欸，凤梨野果汁听起来好好喝哦，想喝。我要开采这里石英矿。好，交给我吧，交给我。好，你采。哎、欸，那你比较好的那个石子稿给我、啊。我有一个三乘三跟一个钻石，我给你钻石稿怎么样？好、啊，那这个可以。我铁稿身上也有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吸。行，就带着。好，经验值比较多。对，那什么小草哎、欸？走，樱桃炸弹树丛。这个会爆炸、欸！我拿了一个樱桃炸弹，要不要试试看味道？啊！哎呦哦！得到一颗星哎、欸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啊！樱桃炸弹！哦，它特效啦，它不是真的炸哎、欸！甘蔗，甘蔗！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哎、欸、不是哎、欸，番茄，番茄就哎、欸，我刚刚看到鸡，是小鸡，而且是小小鸡，好可爱啊！黄色的，后面怎么有羽毛在后面？它掉羽毛哎、欸！哦，对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蛮适合做那个的、欸，就是野果园，叫什么？不是，就农园呐，农园。那啥？呆头，哎、欸，你去哪了？海岸边？怎么了？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刚刚在这个小湖泊这边踩到那个甘蔗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海岸边这个地方，满意。那边有只，那边有只，那个海豹，章鱼。它写什么？青蛙啦！青蛙，青蛙，青蛙，哎，呱呱呱！哎哎，你看右手边海龙，好好眼熟的家伙。哈哈，它没有很强啦，好吧，它只是会吓到人。我们已经经历过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这是什么？甲虫哎、欸，甲虫王者、欸，不行了，它往我这边靠了，死了，打不赢它，好吧？哎、欸，我们要找牛，找牛，找牛。走，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，跟我来啊、哦！哎呦，你人在哪啊、哦？我会发现、欸，知道，你也过敏哎、欸！哎、欸欸，为什么会传染？为什么每次玩一玩就这样子啦？超酷的、欸！哇靠！生麻，这个麻是什么啊？面麻，生麻。哎、欸，我身上太多东西了啦！我要把什么？把豌豆给丢掉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生麻可以做什么。好，好，它是一个炼金术的一个素材之一哦。哇、wow, ，好好多我没看过的东西哦！大家刚刚看到吗？我再放一张画面给大家看，大家可以暂停一下，好不好？那这个不知道可以炼金什么天法啊？前面有东西在 bring、啊。你在哪里？我来了。稀有酿造灭元炼金符，他名字很长，长得有点北齐。打到你很强吗？啊，你很强吗？他没有很强啊，他快死了。对啊，再给你射吧，给你干掉，给你收尾。我的法杖要怎么做、欸？他掉东西了。哎、欸，你是弓箭手哎、欸。哦，他是可以补充魔力的。哎、欸，他掉包包，这是包包还有盔甲，还好包包。哦，等一下。魔法水晶碎片，你要给我，我加上瓶子里面就可以变成那个，就可以变成魔力瓶，就可以补充我的那个。好，等一下，地上东西太多了。哦菠菜滚一边去啦，甜菜滚一边去，豆子，好的，青筋莲，生鸭肉，花木材先滚，我要吸一下这个。等一下，它掉好多东西哦，扭蛋时间，工具包可以干嘛？小欧要回着看我的东西，我要看我这个东西怎么那个。铁剑，掠夺一，好，好多东西，一下子太多东西哦，我知道了啦，凤梨不知道可不可以种竹笋。魔法水晶在哪里啊？哦，水晶花会变成魔法水，我需要水晶花钱，大量水晶花。好，我给你，来，你后退，我给你。水晶花这边地下。是不是丢了？对。你可不可以整理好包包再出门啊？神奇的水晶，哎、欸，饼干呢？会亮的饼干，哎、欸，你说。接到任务了。你接到什么任务啊？线我们要。魔法的任务。琥珀，番茄种子，我不要。哦，好酷哦。快过来吧、欸，杜鱼哎、欸，对，哎呦，而且它会召唤的、欸，是它在召唤的、喔，哎呦，它掉一本书哎、欸，包包太小了啦，根本吸不起来。为什么包包那么小？你可以整理好你包包再出门吗，先生？哇靠，前面有奇怪的人，注意！交给你了。
它会射火焰 ，flying 了吼！不过还好我神射手。哎，你们有蓝色水晶哦，不一样的。太古神像，古代砖块。哎，阿倩，不一样的水晶哎。哪里？你在哪？水晶，这个洞窟里。好，我插个火把。这个、我没看到你啊。哦，你在这里。那水晶给你采，我觉得水晶很适合哎。这也是魔，它是阿垮的魔力水晶。阿垮，阿垮，阿垮面。哎、欸，阿垮，哎、欸，那个啦。好油哦 ，Pico。法师手册，这感觉是我需要做出来的。对啊，你研究一下好了，感觉那个，哎、欸，那个东西很适合你，因为你是法师，对不对？输哎，好累哦。哎、欸，前面有一个屋子。走啊，去看看啊，看他们牛，跟他借几只。好，很高、欸，不是屋子，不是。哎、欸，真的有屋子啦，好大哦，有市集哎，有人在卖东西。哎、欸，村庄哎。对啊，好酷啊、哦！走。啊，都市。对，整座都市哎。好，我们要前往都市，我们前往都市好不好？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找到我们的牛，好不好？但都市这种事情感觉比较重要。对啊。好，到了。到了，皮革。魔法水晶，魔法水晶花。好，水桶羊带走。哎、欸，这个魔法水晶花这里，要接过一下。这是村庄啊。对啊，大部落。很高。哎、欸，这个蘑菇有没有你要的什么蘑菇皮啊？哎、欸，要怎么削蘑菇皮啊？我看一下哦。蘑菇皮是不是？我刚刚讲蘑菇皮是不是啊？你刚讲蘑菇皮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还是我敲？他就给我一本书哎、欸，很好哎、欸，刚好。法师手册合成。哇哦！我来看看，向你致敬，巫师。这本书介绍了各种魔法的东东。嗯，这本书不像是你看起来像是这样子十分普通，它会随着内容不断的涌现出一些相关的东西。最初一开始的时候，先做出一个法杖，我已经有法杖了。好，那这个魔法水晶，你要不要借我看一下？我只能自己看啊，我只有一本书啊。哇靠！好，我要下山喽。好。有传送石碑，有传送石碑，魔力水晶花，我下山了。这里有骨粉，好 ，OK。哎、欸，这个村庄，哈，你对悬浮的认知更上一层楼。阿神需要你的帮助了。停下啦！你在干嘛？你不能自己一个人研究的很开心。不是啦。哎、欸，你说。厨师老进入到未知的法术世界了啦！我死我死我死！我看完了，你在干嘛？狐狸怕、啊？你先下来救我。好啦，你走开，你走开。好了，解决了。来，给你看书。好。哦，很深奥，很深奥，是不是？我先把这个一点东西丢进去，我来看一下。你刚刚在念的那本书是不是？对。很深奥。哦。有没有瓶子啊？水瓶。哦。好 ，OK。这本书要放我这吗？你确定？好啊，那你放我这，你先给我还给我好了。Ouch！ 我们先在这里简单搜索一下。好、啊，来，书先还你，书先还你。来，青蛙好丑，青蛙好丑。我们在这边先找简单扎个营，然后搜刮一下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而且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位都就是。东西真的太少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要想要找皮革，就是因为包包。是啊，为什么包包那么宽？你到底塞了什么垃圾在你包包里？我刚刚路上就一直在踩东西啊，我把一些感觉很重要的东西。我也在踩东西啊。哎，这边龙珠在烧什么东西啊？它怎么烧成这样？在烧人。不要乱讲。哦，这好酷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铁质盾牌。我请你过来看这个才酷。铁质全刃哎、欸。你过来看这个才酷。树叶魔像。你在哪里？村庄里啊，我在哪里？我在村庄里啊，水池中间这里。哦，村庄魔树叶魔像，酷哎、欸！所以它是用树叶在回复血量的。哇，看到那，你要攻略这个塔哦。上面有住人吗？哦，怎么了？哦，可以拿一把剑防身了。好、哦。哎呦！而且完全不需要这么多的，完全不需要这么多的铁剑。这是你可以带走啊，不用啊，我是无限的弓。哦，对，请你
下去。你再没礼貌一点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再炸到他们了。哎、欸，我这什么好酷的火？和平蜡烛。哎、欸，我们找一个屋子先占为己有，然后我们在这里。玻璃。对啦。你要玻璃啊？对啊，我要做瓶子，这样就有嘛法术。好，哎、欸，我们，你听我说，我们现在需要一点，一个屋子，好吗？我们需要一个屋子。那这个屋子呢，就是我们拿来放我们刚刚收集到一些战利品。好，这个教堂好了，我们就放在教堂。来，你跟我来，你看到教堂吗？有啊。哇靠！然后你看我刚刚拿到一个古代法典，你看这个也很酷哦。Okay. 你对它点右键，你拿起来。你为什么丢了一个这个啊？收起来了。哦。然后还要收集东西。哎、欸，你借我一下刚刚那个魔法书好不好？你借我一下刚刚那个魔法书。我见面呐、啊。我们先找一个玩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玩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玩两条的话有点太乱了。好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先选一个玩。既然我们今天都已经开始接触魔法世界，我们不如就直接来玩魔法世界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缺少什么东西，我们一起来收集。那这本书我们直接复制一份，好不好？你身上带一本，我身上带一本，这样应该不算作弊啊，毕竟就是我们是生命共同体嘛，我们就是一起解。好。好不好？OK 吧，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不妥的吧。然后我们可以 BB， 哎、欸，什么 BB？ 我看一下他写什么。好啊，好 ，OK， 好。后面是哦，它后面就是合成的东西啦。前面主要是告诉你要怎么做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拿一本这本书出来给你。好，我们就不用再做一本了。好，然后我要怎么复制一本？按好 ，OK， 有了，我丢在地上给你哦。好，survival， 好，那你一本我一本，然后我们就来研究。那我把这个古代法典先收起来。好，古代法典先收起来，我们感觉暂时先用不到，我们就来研究你想要的东西。那你刚刚研究到哪里了？你先跟我讲。我们先做全看完了。啊，我们有做出基础法杖吗？没有啊。我是自己拿到的、啊，在我手上，就我现在在用这个、啊。哦，你现在在哦，原本就有的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精力木棒跟魔法水晶。那魔法水晶是哪来的？花可以直接变成魔法水晶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离开这里，我们把这个村庄收刮，然后这个教堂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据点，我们去把那个传送石碑敲过来这个地方插着，好不好 ？K， 你现在讲话就是要这样去简短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有没有逛过他们的市集？我来看一下他们市集有什么，很多木头。好啊、这边有个长得很酷的。哎、欸，我把他木头全部抢走。哦呦，他有排东西。唱片销售员，卖唱片的是不是？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地方给的那个资源都没有在那个的耶，很多看火饰品。对啊，退悬浮。对，更上一层楼了。我刚刚也有，哎、欸，我拿到一个饰品，哎，看火饰品，我可以转猛哎，我差点把可疑的火了。对啊，皮匠。哦，他可以换包包哎！好，我要带一个矿火饰品，我要来可以直接换包包哦。哪里可以换包包？有个 NPC 他要十四个皮革，你有吗？十四个皮革啊，我就自己做一个就好了，我还拿十四个皮革跟他换了、啊哦。这个血蔷薇踩到会补血。血蔷，血蔷薇，血蔷薇。哦，我听成血蔷。哎、欸，我早点前看到的那个在哪里啊 ？Rover。哦，他有那个，哎呦，铁装哎，还有盾牌哦。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哇靠！怎么了？花园镰刀。哇靠！铁战斧，我们两个人都一直不断的在搜刮这个里面的一些战利品。哇靠！哇靠！中介宝珠是什么？哎哎哎，见面一下，见面一下，面交面交面交，讨论一下讨论。哇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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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那么多东西？哎，哇，你在哪啦？哇靠！你变死神了是不是？对啊，它可以大面积收割并种植，还不错哎。哦，花园镰刀，哦，铁战斧，我来试试。哎呦，铁战斧你拿着，我来试试看这个镰刀好不好？哎，它是双手武器，但是它攻击速度很慢。来来来，你过来我这边，我要来试试看的。收割吗？原来是割草用的。啊、来割草。哦 ，What the？ 踩了多少个？小麦吗？66个。怎么做到的、啊？哎，这边还有一片，你要不要玩？你要不要玩？来来来，我看这边都还有哎、欸，是只有你看不到而已、喔。
就是只有你看起来像采收起来，你看还有对吧？对，还有哎、欸，所以可以重复。哎呦 ，so op so op， 对啊。哦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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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？哦，用完哦，他是有点那个，只是没有读取而已。对对对，没有读取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这给我好了，对不起。那这个给你，这个嘞？那你，哎呦，不要再打我了。铁飞刀可以丢哎、欸，你按 Q， 没有，没有，按右键，神经病，谁这样？啊？干嘛？地友啊？哎呦。它会弹回来、欸，哦，一个出去就飞不回来了。我有个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中介宝珠，这不知道是干嘛，看起来蛮厉害。你对它按钮，我也想看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这就给你啊。中介宝珠，进化可以重复使用的中介珍珠、欸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。还有我捡到这个胶带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进化卷轴，我要用了。它能够，好。哇靠！很 low 逼，你用用看，你用用看，你用用看，你用看。还有使用哦，而且还有中介吗？哦，这个进化卷轴是你用了之后，你身上的 debuff 会全部消失了。对。哦。还掉一颗星哎，瞎会啊！你按怎么？哦，中介蛮掉一颗星给你哦，中介蛮。对，然后你还拿到了一个任务，拿一个任务胶带，胶带可以做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跟大家讲一下、哦，虽然大家会觉得好像有点乱，只是因为这游戏元素真的太多了。元素炸裂多，哇靠！这个苦力怕好强哦，稀有级日食苦力怕，阿神我要射他。哪里？好，射吧。哦，我的，他在你后面。好、啊，不要让他爆，不要让他爆，死了吗？你觉得？你觉得？这样子吗？还没有，还有剩下一点点血。灵魂跟他灵魂，他灵魂到底要怎么收服啊？可以拿空罐把我装进来吗？铁质头盔，好，我不要这个尼格头盔了。哦，灵气，我要魔法来解决魔法。哎、欸，有通灵线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通灵光源。好，好，好，东西真的太多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哎、欸，谁？好好，对不起，我们回教堂，我们回教堂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东西太多，我们回教堂。好，对对，我们整理一下东西。来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吧。我们回教堂整理一下东西，看一下我们的包包还有多少任务是已经解锁的。他在水下不用游泳，很快。我们就在水哦。走的就好，是不是？我怎么一直飘起来？对，好快哦！这油滑苦我喜欢。好，关门。然后我们把一些收集到的东西给收起来，好不好？右边这箱是我的，不要乱放、啊，先生，乱七八糟。为什么？是我的箱子。一起的。没有我的箱子。一起的。我们到时候再一起的。我们到时候再一起那个。先生，我的箱子。好，我要来做一点熔炉，我要来烤一点马铃薯。你继续这样子没关系。我觉得在这个世界应该有。比马铃薯更好吃的东西，我觉得。烤马铃薯。对啊，烤马铃薯啊，怎么了？为什么？烤马铃薯？没有啊，比马铃薯更好吃的东西，烤马铃薯。我的意思是指说，多么独特的味道，你获得了一颗星。哎呦，这些东西都比哎药膏哎，还有药膏这个东西哎，好、哦。好，最后呢，来看一下我们任务到底解了多少东西出来啊？超级多的，那我们直接好不好？直接全领，我们就不要。哇哦，全领我全领了，我五十等了。我刚刚是有点了一些东西，拿了三颗时钟，为什么有三颗时钟？我还解了一些任务。对啊，十七等你，你有把它点开了吗？你有把那些东西全部点开来吗？有。哎、欸，有那个、欸、古老的大笨钟哎、欸。我这边还可以升级什么？升级八，我现在只有五而已，不够。你身上有带金锭吗？哎、欸，这边有一颗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古老的大笨钟，然后结束今天这一集，好吧？好可爱哦、喔，我觉得这东西好可爱。大笨钟啊，铁锭、木棒、杉哦木头，只要是木头都可以。有什么木头？你想要做什么木的？我们来做个杉木的，好了。好，就这个。好，古老的杉木的，再看。好，杉木的有了。我们来做一个古老的大笨钟，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新家。这个新家火把哎、欸，我的火把喷射器嘞，被你扔掉还是你塞在箱子里了？哎、欸，哇，我的火把喷射器嘞，哇，对不起，啊，是个
是个小蠢蛋的。我在猜，我要做一个魔法工作台，但是它需要圣光水晶术。哎呀，魔法水晶术做青金石方块干嘛？古老的大笨钟。哦，现在时间点现在是晚上七点，为什么右边是十八分啊？这到底这游戏有什么毛病啊？零是怎样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为什么它是倒过来的、啊？哎，它真的会在那边动？不是倒过来，十八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十八是六点啊。OK， 它、哦、是二十四十的、啊，没错啊。哦，零六十二十八，没错，它是二十四十啊，没错、啊。为什么？有点怪，还是以前时钟长这样？以前的人好会看时间哦。还是他们以前古老的时钟，说不定真的就是这样。就是真的长这样。还是有没有千宝们知道，到底古老的时间是不是笨钟？不是，就不是笨钟啊。古老的时间是不是笨钟？不是，古老的时间是不是就都是这一种显示的模式？就是零会在正下方，零六十二十八。是我们现代的时钟才是什么十二三六九这样子。对啊，很酷哎、欸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。我们今天这集差不多就到这边。我们今天地牢大冒险玩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，采集到超级超级多的东西。我目前呢，头壳是已经呈现一个有点微炸裂的状态。我们下一集呢，对，在前往下一集之前，不是前往下，在进行下一个冒险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决定好我们要走哪一个线，好吧？ Okay. 就不会像今天一样那么乱。但我们还是可以收集素材，只是我们要决定好，比如说我们要玩这个魔法。法师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往法师的地方走，才不会让这个系列的东西太杂乱。那下一集我们还是需要这个皮革，我在想要不要就我上线上来多打一点这个符，我先换一点皮革出来做。妞妞，对啊，我们做个那个啦，背包啦，不然我们背包一瞬间就被没有，一瞬间超干净。你骗人？没有，我超干净，没认真，我大概都会留个五到十个左右。那就很多垃圾啊，我又没办法、啊，这个就是这样子啊！啊，你们会怪我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要把你不会收纳，不会收纳的。好，那你过来，我揍你一拳，铁质拳刃，铁质拳刃，这样，铁质拳刃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地牢大冒险差不多就能告一个段落。如果大家还喜欢我们这个地牢大冒险的话，一定要在影片底下帮我们点个大大的喜欢。如果有任何千宝玩过，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有没有什么小诀窍，好不好？玩这个地牢大冒险的一个小诀窍 ，RAD 是 RAD 吗？好像不是 RAD， 我好像给人家念错哦，没有错，就是 RAD， 好不好 ？RAD 好不好？留言在影片底下，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的频道还有阿成的频道。那么我们就下一集地牢大冒险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加呢加呢。Yeah.